谁的歌声最动听，谁更具有明星范儿呢？本期的掌声有请，让你速度学会原创了舞蹈，孙芳，你想学吗？一挥手就能发出各种声音，这么酷的玩具还有什么不同的玩法呢？如果可以让时间静止，你会怎样？喜欢做恶作剧可不是一个好选择，乱用能力会有可怕的后果哟。别错过今天的呼噜小精灵，精彩马上开始。欢迎来到大仓库。大家好，我是仓库管理员王浩源。大家好，我是仓库管理员西西。大家好，我是仓库管理员徐道红。你想成为侦探吗？那么多的名侦探，你喜欢哪一个呀？真相只有一个，我喜欢柯南。我喜欢神探卡吉特，他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装备。我最喜欢福尔摩斯。那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名侦探呢？这呢，当然要有侦探的气质。哎，你笑什么呢？真是。那我不算你的事，我有事。奇才，音乐风格多样，他们最专业独到的眼光，一定会发现最精彩的你。欢迎加入，掌声有请，掌声有请，掌声有请你。更专业的点评，更绚丽的舞台，掌声有请第二季，依旧等待你最美歌声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好孩子要有海满的心胸，你曾经告诉我，瞄准了那目标就要勇敢向
山都是你为我筑起的光荣。阿爸阿爸阿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依靠在你的肩膀上，我看到了最耀眼的彩虹。阿爸阿爸阿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依靠在你的肩膀上，我看到了最最毫无疑问，首先我要说的是，你的音准很准确，声音充满了力量，非常棒。以后多训练，一定会成为很棒的美声歌手，没问题的。说些以后需要注意的，你的声音有一些生硬，其实你这样小的年纪，有这样的问题也很正常，坚持练习一定会更好。然后就是唱歌要有投入感情，声音要有起伏，为高潮做好准备。像这样有高有低，可以弱起，没必要一开始就用全力。继续努力啊，加油。花垒起玛尼堆，神奇的传说，你用五彩经幡装点蓝天，让雪峰飞起洁白的天鹅。啊，很不错，我喜欢你的演唱，你的动作眼神对完成歌曲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不止你，刚才很多选手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，就是一开始唱得非常不错，我非常想听下去，但是后来就慢慢的无法控制声音了。可以像这样，不用把自己逼到很高的位置，这样就很好。慢慢退下，冷风阵阵吹遍辽远的家。夜的眼睛正在等待水马，黄莺轻唱着月亮出来吧。星星在空中像朵朵春花，彩云四季布满了天之涯。夜的香味笑在这月色下，清泉欢着月亮出来吧。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歌手哟，但是需要多加努力才行，多听歌，多唱歌，听你真心喜欢的歌，课间或者在家里跟小伙伴们一起听一起唱。谢谢你的表演哦。Time, my
得你学了几年，这首歌对于你来说也是有点超过你的掌控范围了。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稍微简单一些的歌，就是既能满足你的音高，我知道就是你是这选这首歌是想，就是想告诉大家你音高很高，但是有没有能既能展现你的音高的，又能稍微简单一首的歌？妈妈，月光之下，静静的我想你啦，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。你看，这样这首歌就唱得非常不错，没有很高的音高让你用力去达到，你自己也会感觉非常轻松。无论以后参加演出或者比赛，一定要选一个比自己达到的最高标准低一点的歌曲，这样你可以唱到最好，比选一首很难的歌唱到还可以要好很多哟。谢谢你啦。掌声音乐课，一起来跳舞吧。乖，命中注定的运气，天天足球就踢到你，为何刚出门就会下雨，淋成落汤鸡。开心，白菜卷中了第一，可惜发现早已过期。生活就像是一场闹剧，欢迎你参与。同学们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掌声音乐课了。这次呢我们学的舞就是刚才模仿的洋洋姐姐的碎邦。碎邦这首歌呢是一个特别欢快特别开心的一首歌，我们要用舞蹈来把这个歌唱出来，跟我一起做好吗？ OK，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八拍咯。第一个八拍我们先尽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的时候先往左边，二二，双手握拳往下，二二，然后右边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到二二三四的时候，两个拳头往左边滑，同时出左脚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双手打开往前迎接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从头再连一遍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们的主歌呢主要以歌词为我们舞蹈动作的基础，歌词第一个歌词是奇怪，对，我们稍微想右侧45度，左手放在胸下面，右手搭在左手上，点头出去，对，奇怪，然后往后面也就是左边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，完之后是我们的下一句歌词，下一句歌词的开头是为何，为何我们要表现出很疑惑，为何，然后往右边走，对，看我们走的同时走左脚的时候左肩要往下边压，右肩也是一样的，二二三四，然后回正，
回正之后，这一点的歌词是下雨淋湿，淋湿我们要用手去挡，然后就是五六七八。下一句歌的歌词是开心，我们要做一个很开心的表情，先用手挡着脸，然后拨开，开心，开心完之后开心，然后我们用手指五来代表我们的心情，开心的心情，五六七走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放头上，放出去，五六七八。然后下面的一句歌词是生活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？还是要学习，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课堂上学习的感觉。我们的动作就是双手小臂放在一起，左手回来，右手回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一定要很大的张开自己的手掌，二二三四。然后呢就进入我们的副歌部分了，副歌部分是一个很欢快的节奏，所以说我们也要跟着这个音乐这个节奏跳起来。首先呢就像我们跑步的时候，然后动作夸张一点，甩臂往前左右左右的走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双腿张开，右拳往下，五，然后转身的同时左拳往上跳，然后同样的先用左拳往下，七八，对，这个八拍的动作连起来呢就是这样的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身体回正之后呢，两脚与肩同宽，然后两个手张开放在自己的头发后面，上下拨动，二二三四张开，五六七八，耶。然后下一个节拍的动作呢是睡睡睡睡，表现出睡觉的动作来，一二三四，然后脚跟脚尖相互的往左边挪动，五六七八。然后该起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按脚还是按照刚才的方法往右边回去，然后手表现出一个打哈欠的动作来，五六七走，五六七八。然后我们张开双手，然后往右边转动，拍住，然后再打开，再拍手，然后回正。这首歌所有的动作我们已经学完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，特别特别的愉快呢？那我们就永远以这个愉快开心的心情，无论在跳舞还是学习上都保持一个这样的心态吧，加油。挥挥手就能发出各种声音，这么酷的玩具还有什么不同的玩法呢？休息一会儿，广告之后精彩继续。想要成为一名侦探，必须要有强于常人的洞察力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你成为一名侦探的。嗯，你准备好接受我们的挑战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接受我们的挑战吧。嗯，找不着。谢谢洞察力，你可以找两幅图的无数不同吗？和浩然一起找不同吧。细心观察，找到两幅图里的五处不同吧，加油哦。的装备的话，我也能成为名侦探啊。可是一定是这样，那就让我们去酷玩影里头看有哪些高科技装备可以给我使用吧。这两位哥哥姐姐他们怎么了？他们没事吧？
魔法袋。看上去有点像啪啪圈的腕带，叫做魔法带。每一个你拿在手里的东西，都能通过它来变身成玩具。接下来你猜猜，他们这都是在玩什么？通过蓝牙信号连上手机，你选择了什么音效，在动胳膊的时候就能发出什么声音。这位就是魔法袋的创始人，他为什么会冒出这个奇妙点子呢？我到底为什么做魔法袋呢？我的小孩特别的喜欢玩具，总是让我给他买。买玩具花了好多的钱，要是让我小孩看屏幕的话呢，电视啊、游戏机啊、手机啊、平板电脑啊，时间长了他就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也不活动身体，还总是愣愣的。所以我决定发明魔法袋，我要做一个全新的能活动身体的、有想象力的，同时还得是环保的玩具才行。这魔法袋你一下就戴到手上，一旦用蓝牙连接手机，接下来就特别的好玩。比如说玩具的武器呀、仙女棒呀等等，很多很多。把手机上魔法袋的应用程序打开，你换不同的音效，你手里的任何东西都能变成玩具。尺子就能当玩具枪玩，还有网球拍，搅蛋器还可以当仙女棒，还能弹钢琴呢。我觉着这个想法一定要简单，能让各个年龄层的孩子都能玩。我用了加速传感器、陀螺仪、蓝牙模块等你听不太明白的东西制作了这个玩意儿，只要拿起手机就能改变各种情景和音效。小伙子，不要限制你的想象力。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他们在干嘛了吧？没错，他们变成了忍者，在追标呢。后来啊，我帮你查了查，想要成为一名名侦探了，真的好难啊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一半。你懂得基本的法律知识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不会。你会驾驶吗？你肯定也不会。我再问你，你懂得询问的技巧吗？询问？询问我会，我最会询问。好，其实啊，西西有点五音不全，你可以让他唱歌吗？这个，这个，啊，西西啊，嗯，怎么了，浩然？我听说啊，你唱歌特别好听。你能唱首歌吗？你给我听。啊，还是不要吧，不要唱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不敢唱吧。因为你唱歌跑调，嗓子沙哑，气息不足，五音不全，唱起歌来难听的要命。浩然，你一点都不适合当侦探。如果可以让时间静止，你会怎样？喜欢作恶作剧可不是一个好选择，乱用能力会有可怕的后果哟。别错过今天的呼噜小精灵，这张太阳永远都长不大了。你询问技巧也太差劲了吧。若我现在还想当侦探吗？那至少我还拥有一个当侦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，那就是心理素质。每个人都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理想，如果你要实现这个不切实际理想，除非有魔法的帮忙。你说的对了，魔法，我可以去呼噜小精灵那儿看一看有什么可用的宝贝。就
我就知道电视里那些时间停止都是骗人的。哎，不知道那小精灵有没有什么好方法？就算有，他们知道我用时间停止来作弊，肯定也不会帮我呀。哎，我得编个理由。我编什么理由啊？有了，哎，小精灵，你们快出来！等一等，不知道，哎呀呀，呼噜呼噜呼！大头照小精灵啊，怎么了，大头？哎，你们可得帮我呀！大头需要小精灵帮助大头什么呢？那个，我晚上学校有一个活动，然后我就报名了一个魔术，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变。伟大的国王，大头怎么能报一个自己什么都不会的项目？就是，哎呀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，哎，你们看，我现在都已经报名了，你们不能看着我上场出丑吧？不知道有办法了，真的，可以给大头请一个魔术师啊。魔术师可以教大头变魔术，爷爷真棒。好主意，不是那个好主意，交什么定了。哇！是你要学魔术啊？你们怎么把我舅舅变出来了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教你一个魔术，看着啊，我这儿有一个皮筋，我把它套在手上，然后呢，轻轻的吹一口气，注意，它就跳过来了。哇！首先呢，把皮筋套在手上之后呢，用力的把它拉长啊，然后把四个手指弯曲放进去，然后慢慢的放回去。知道为什么慢慢的放吗？不知道啊，因为快放会痛。好，接下来呢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四个手指伸直，它就跳过去了。你来一遍，你来一遍。这太难了，这个。试试呀，试试试试试试吧。我学不会。哎呀，试试吧。好，那我试试啊。把它揪起来。哎呦，这手指也太难了，这我不学了。大头，你真够笨的。小精灵，你把我变回去吧。我不教了，我。好吧。那个，看来我只能在台上丢人现眼了。大头真笨。大头没事。哎呀呀，大头最棒了，大头没问题的。哎呀，你说，如果我变魔术的时候能把时间停止，然后我就把东西都弄好，然后再把时间恢复，那该多好。哎，等一等啊，是时间停止机器。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哎呀呀！大头，时间停止机器。哎，给我！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大头，那你要答应等一等，这个机器只能使用一次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保证。大头，到处找你。
走，打球去。啊，打球去，打球去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嘿。咦，走你！好人好人。走你！哎呀，你这个脸，我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这东西太好玩了吧！哎，地走啊，地走啊，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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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不知道，时间停止机器还可以这么用？哎呀呀，大多数话不算数，哼！哎呀，大头欺骗了小精灵，等一等，快把时间机器拿回来。好，好了，现在大头不能捉弄别人了。啊，不知道不知道，等一等，在说什么？等一等，刚刚开启的时间机器的自动防卫功能。自动防卫功能？嗯，就是说时间机器再也不能定格别人的时间了，只能定格自己的时间。定格自己的时间？也就是说，大头将把自己停留在不动的时间里。太好玩了，哇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小白怎么能走了？是不是我按错了？再来，我怎么按不了啊？我对呀，你小胖子，啊，你，我是我干的呀。我好像把自己定格在时间里了。叶子长得真快啊，都3687片了。2954，2955。我能动了，我真的能动了，我能动了，我能动了，太好了，我能动了，我能动了。小喇叭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喇叭，小喇叭，你干嘛去啊？小朋友，你不要捣乱，阿姨现在很忙。小朋友，但我是大头啊，小喇叭。哎呦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说两句话吧，这可以张莹莹，莹莹，麻烦你说几句话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洋洋，你干嘛去？今天没时间签名。我是大头啊，我是大头啊，洋洋。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哎，大米，大米，小白，20年没见了。等会儿，你们刚说什么？20年？小朋友，你干嘛呀？我。欧老师。大米，小白。不对，我是大米。小白。烟尘不带。哎呀，不说了，走吧，先走吧。同学会就是去。啊，别看我了，来了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，我是大头啊。过来，站这儿，站好了，听话啊，以后不许再随便闹了。可凡，你是大头。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别的人都不认识我，就你认识我。哎，我以后再也不捉弄你了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。哎，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？像10几岁一样。我知道了。啊，你等一下。啊，儿子，过来。嗯。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小朋友，他考试作弊了，之后就像他一样，
永远都长不大了，知不知道？爸爸爸爸，再也不作弊了，爸爸爸爸。嗯，好，嗯，听话就是好孩子啊。嗯。快来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我从乌鲁小精灵那儿要来的六月侦探礼包。六月侦探礼包？对，有了它，我很快就能成为大侦探了。快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哦。神探阿凡提，大禹神秘惊奇，还是，这都是什么书啊？这是什么地方买的？每个月都会给你邮递一个礼包，读完这些书你就有可能成功了。啊，当一个侦探这么难啊？啊，终于发现妈妈。仓库剧场继续带来温馨好玩的动画片《妈咪爱宝贝》。正像来小熊耶，安全须知要牢记，我们都是乖小孩，快乐健康成长。妈咪妈咪，妈咪爱宝贝。发现妈妈的秘密啦！哦，秘密？什么秘密？就是妈妈藏的那个东西。那是什么？看上去像是个宝箱，里面一定藏着很多宝贝。那会是宝箱？当然了，不然妈妈干嘛藏得那么深？我们要得到那个宝箱，可是被妈妈发现会挨骂的。瑞，这宝箱里说不定有玩不完的玩具，吃不完的糖果哦。糖果，好的，我们要得到宝箱。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拿到宝箱呢？来，你忘了我可是有一万种魔法的。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魔法筋斗云，你站上去。好好玩的样子，让我来控制。好吧。什么宝贝吧？哇，好多漂亮的糖果啊，糖豆、奶片，还有饮料。哇，没吃过这种糖。哇。哦。虫虫，你想先吃？好吧。来，虫虫吃水果喽。不要！妈咪爱宝贝。兰，你给程程吃了多少？你吃了吗？妈妈，我们都没吃呢。真的吗？
刚才吓到你了。嗯，妈妈不是想吓唬你，是怕你和弟弟乱吃药。这是药，药不是对身体好吗？那为什么要藏得这么神秘，还不让我们吃呢？药是不能乱吃的。药虽然看起来颜色鲜艳，很好吃的样子，可是不能随便乱吃的，只有生病时才能吃药，要按照医生和爸爸妈妈的指导才能吃，知道了吗？如果乱吃会怎么样呢？乱吃药的话会有很多可怕的后果，乱吃药是会中毒的，会让你肚子痛、头痛、呕吐、恶心，损害智力，可能变傻，甚至会死掉的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啊，我怕痛，我不想变傻，我不想见不到妈妈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乱吃药了。这才乖嘛。程程也乖。加油哦！加油！看了今天的动画片，那么你能说出药物怎么吃才是对的呢？我是中国女孩王思柔，我14岁，我生活在音乐的世界里，对我来说，梦想使前途变得一片光明。我是中国女孩李小一，今年13岁，我喜欢站在窗边读书，喜欢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上的感觉。我是中国女孩 Niki， 我今年13岁，我徜徉在舞蹈的海洋里，我热爱舞蹈。我喜欢用镜头记录这五颜六色的世界。我是中国女孩萱萱，今年13岁。我是中国女孩季之涵，我今年12岁，我喜欢舞蹈，在足球上转动，用自己的肢体表达感受。我们热爱生活，我们追逐梦想，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与希望。谁说我们的生活只有单调的黑白灰？谁说我们毫无品味？今天就让我们告诉这个世界，我们是中国少年，我们为自己代言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浩源。在节目最后很可惜没能当上大侦探，不过我是不会放弃我自己的理想的。我觉得永不言败也是中国少年应有的形象，你觉得呢？把你身边的故事都告诉我们，或者是打发我的小记者们听吧。